含在嘴巴里在咬真的。看可不可以偷录到什么好笑的东西啊 Full Family， 我们今天要做个 challenge， 因为很多人在 IG 上都推荐我这个马来西亚最新的 Ghost Pepper Black Noodle， 然后我另外买了这个 Pedeskiller， 之前最辣的，想挑战看看两个马来西亚最辣的泡面哪一个比较辣。人家说没有的比，没有的比，为什么？是 T 恤很漂亮呢，魔鬼辣椒。T 恤很漂亮，不是我吗？你也不错。怎么？通通的。Pretty normal。哎呦哦哦！加到线吗？罚一滴，罚一滴。你要盖住了。我一泡下去那个油。你等下八升都熟了。哪有可能的、啊？太聪明了吧你？这样子都可以熟，那我不用开炉了。本来就我在炖的，你开什么炉？很厉害没？嗯，很厉害。炖一次八分，很厉害没？很厉害。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有人想找我打架的话，他应该赢不了。但是宝贝，你的脚比较短一点，我的 range 会比较短。我们要有一点策略，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跟人家这样打架的话，我们要想一下我们这样防攻应该比较强。你这样可以踢到我吗？踢不到。朋友，我们来玩那个 trust ball， 看看 Jamie 多 trust。 OK。是不是把你接到好好的？来来来来来 ，OK 了。嗯。来加辣椒。What the heck? Jamie Wang， 你在干什么？怎么面都倒出来了？这样还可以吃吗？我都跟你说那个。什么？是由我来用是不是？开完。天才嘞！我还第一次看泡面吃成这样。等一下 ，Pedeskiller 给你吃。什么？好了好了。我继续加我这个，哎呦，黑黑酱啊！这个上次 Maggie Pedeskiller 吃到我头有点晕晕的感觉。Pedeskiller 吃到头晕，我上次吃还 OK 啊。太呛了，这东西要等你先吃啊。好啊，来吧，宝贝。那宝贝，我们算是蛮晚做这个挑战的，所以我们要有点变化。看，嗯。我们的变化就是你刚才提的 idea， 含住。对，人家是把它吃掉，我们要把它含住。15 seconds， 15秒 ，OK。但我们先从 Pedeskiller 开始啊。已经很辣了、嗯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再回味一次那个味道。OK， 应该会很好吃，然后忍不住吃。OK， 我觉得少一样东西，我们应该要比赛，剪刀石头布，然后那个最辣的含住30秒，这个最辣的看哪一个是最辣的。而且 just in case 你们担心，我们刚才这个有洗过。蛮冷静的、啊，挺冷的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还蛮强的，各位。会不会是我刚刚洗过，它味道有点？但是它的辣应该是在酱里，不是在面上、啊、我们直接来挑战最难的了。其实已经有点辣了。嗯。这样应该够大口了。我觉得含住其实没有想象的难，因为你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口水。可是这个它的辣慢慢散开耶。嗯，这个我现在开始咬，开始辣。哇，有开始辣。它你含住还 OK。
韩柱还够 OK 对不对？你咬了就知道。我们等一下输的，我觉得不只是韩柱三十秒，你要边韩边咬的三十秒。是不是咬特别大？你跑去跳了下去，宝贝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在这里找了。我明天不要吃了。谁的主意？还要说要含住，我眼泪要飙出来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玩。我输我三十秒，你输你十五秒就好。是什么巧克力？哎呀，我觉得我们不能等太久，因为等太久应该会越吃越辣。那接下来。不是。这个韩柱是咸的，宝贝，我撑不了太久了，你拖太久我会吃不下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这个要趁快，直接大口，加油，宝贝，大口大口，你算什么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眼泪流出来了。你样子好丑哦。不是，你知道，他这个已经辣到我忘记要数了，你知道我在那边抖，忘记数。三十秒了吗？重新算过。啊，我们还有剪刀石头。你咬我嘴巴。Oh my god！ 肿掉了。我是不是气色也变红了？好肿哦。好像擦水疼。快点。还要吗？不是结束了。你都还没有。很熟练。石头布。耶！耶！我连叫出来都难。哪有哪有女朋友输得那么开心的？含在嘴巴里的咬着的，咬，帮你算。九十，十五 ，OK。算快点了。你好丑哦！这个东西会让人家形象没有了都。我觉得剩下来的不能用含住的，试过了就好了。不要再吃了。没有，我不是浪费，希望把它吃掉，但是不要这样子含住的玩，所以我就直接吃。你眼泪太夸张了啦！我现在眼睛是完全 bloodshot， 冒出来鼻涕。哎，你也是，痛哭鼻流。痛哭流涕。痛哭流涕。痛哭鼻流。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大口一点，大方啊！我嘴巴好像涂了唇膏哎。Let's do it, baby. 比回来那个后劲可以更。哎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！只是点一半就好了啦。不要再大大口。最后一口就留给 Jamie 了，看，我去 Jamie， 哇，刀石头布 ，OK， 我吃到鼻涕了，两个比起来，真的这个 Ghost Pepper 比较辣，啊，算了，现在吃真的应该没有味道了，我眼泪是飙出来的，阿贝，我们好丑啊，你怎么上一个影片没有哭的那么厉害？你是受了什么刺激吗？吃巧克力啦！吃巧克力！不要吃东西。对，我今天影片到这，我已经最后结尾。我真的发麻了，我手脚都麻，宝贝，我不知道你感觉到。洗脸，每天勇敢的做自己，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拜拜，拜。